哎，大家好，我 Mega， 我现在人在池上的大波池哦，应该有蛮多玩路亚都看到这个通告过。好，今天就冲着这个来，然后这趟行程是三天两夜的，再帮大家介绍这边环境。好，台东算是我的老家了，以前我老家在关山，就在池上下一个城镇。然后我觉得池上这边最好吃的就是米，那个米大家一定要吃一下，粒粒分明呢，真的很好吃。这边环境呢，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有三种地形。哦，第一个是出水口，出水口那边看带很多，一只一只浮上来换气。再来了岸边，岸际的部分蛮多石头缝，颗粒颗粒的，一颗一颗的。哦，那石头缝里面我看也藏了蛮多狗呆的。后面是那个我最喜欢玩的莲花区啊，也许今天可以享受一下爆水花的快感呢、啊。好，来，现在准备一下装备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带了一车的钓具，一整车的钓具。啊，准备跑溪要跑海，每一只都不能少。好了，开钓了。一开始先挑这个入水口这边，用这个无线梯尾。我希望，因为我觉得这边呆看起来被操得有点凶，希望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去骗他们上钩。哦，这里还是有大呆的，看到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其实就看了好几只。只会看不会咬，搞了，这也真的被太多人超过了。哦，远处也有一只。走，哎，跑掉，小呆。哎，小呆。啊，太小了，小只来乱，你看咬成这样。有了，还是有货了。是有了吧，在跑啊，叫你阿嬷来啦，啊，小只的在给我跑，中鱼了，哎呀，终于搞上来了，啊，爽爽，热狗带一只，小热狗你多少钱，是不是30块？嗯，30块的热狗。哦，大波斯的呆，终于我们这样两只可以换一只热狗了，来升国旗。水啦 ，nice 哦，钓鱼，啪！看什么东西？走，走，好钓到！啊！钓到草鱼！啊，草鱼没用。跑掉了，刚刚有哈？有啊，有看到在抛下去啊。刚刚在找。哎呀，哦，我这里呆的很多哎，刚看还没有，现在一堆冒出来，看你们溺水，把你们救上来换换气好不好？哦，像这种就是让它漂越自然越好，操作不要求急，如果是急的话，很容易失去它的勇气，呆看到就被它识破。这边呆其实是有智商的。人来买粮的，买粮的，系啊，还有新草地吗？有新草，新草茶，冬瓜柠檬，对，哦，冬瓜柠檬，你要什么？这冬瓜柠檬，这是我们这黑糖冬瓜，黑糖冬瓜一个，黑糖冬瓜柠檬，一样哦，休息一下，买个。买个凉的来喝。刚刚跟那边摊贩拿个冰块冰一下，不然我们这样一整天可能会臭掉。刚刚其实像钓一个小时，看到蛮多只的。我个人觉得是用路亚话是清不完的。我们钓的都真的是那种小小只涉世未深的，大只的我看根本已经学成精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现在请出我们重装备，这是5P的怪物旅行竿。等一下来用梅花拼拼看大只的，然后后面那边有水草区，然后就是双刀流，看哪个呆比较衰就把它吊起来了。欸，各位，我发现这个40，2个80，不是啊，我发现一个40，就是这边其实还有蛮多牛屎迹的，哦，高里方比我看到很红很漂亮，虽然说这边泰国有点多啊，但是我还是蛮庆幸说这些高里方比没有变成他们的点心。有一只呆，啊，跑走了。来，再来换这个老鼠尾。
哦，这边其实真的是吃比较飘，像这种飘的钓饺是超好钓。走。马上中一条，哎，马上中一条，热狗呆，热狗中的热狗，这黑轮呆了啊！各位观众，前面又一只啊！在我面前咬啊，阿呆瓜，我小屁呆。15公分而已吧，可能今年生的。目标是大的，钓到这种小其实用处不大。嘿，嘿，很多啊。好，我已经又钓两只呆了，但是都小朋友，超级热狗。没有，那个就是后来不是开一个弯处吗？对，那个地方小呆啦。哎呀，现在去拼大的。哦，我被大只咬了，中中，讲话就中鱼，我中了。好，对，就先掰，哎，拜拜。这种大只的，哦，粗，还好啦，30几而已啊，30几40，但这边已经算是老大哥。哎，讲电话中鱼啊，总是在不务正业的时候中鱼。来，看来怎么把它用起来。我史上最难起鱼点。哎咻！跑走，看到我就冲走。我很帅的，你过来。我没有长那么丑，你比较丑。你过来。OK，OK。Nice 啊、哦、，Nice 啊、哦。哇，带一只，舒服。这样看应该30出头了，还行。哦，他把我饵整只吞下去了，你看这是多派。哎呦，刚刚讲电话来不及开枪啊！啊，流鼻血！你又不是辣妹，怎么让我流鼻血？啊！观众，我们要做一个很羞耻的事，这一袋鱼直接拎进去香公所。对啊，好简单，在后面吧。你要来教鱼，上秤，上秤。结果是如何呢？1公斤，红色那个。1公斤，是啊，不错啊。这是什么鱼啊？泰国鲤啊。怎么那么小？最近都小小的，小小只。对啊，给你。刚好吃两根热狗肉手。好，那有没搞来？那边那个黑桶。好 ，OK，OK。直接丢。他们是怎么处理？就直接掩埋这样子。啊，了解。那就。
全部垃圾鱼啊，好屌、哦！随便一只就50块了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呆，有一只呆，这刚刚那个阿伯钓的吧？超多的、啊，好恶心啊！出来出来，好，拜拜，拜了。我们可以去吃热狗。好，今天就在那边，这个就当做纪念了。我来这边到此一游过，对啊。我跟 Mega 的爱的证明。就只值50块而已。啊，第一天就那么充实，我想第二天、第三天应该还会更充实。哦，也许这趟行程还会有一个 bonus 的影片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是 Omega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。